咁啊呢排我都係會播一啲即係喺即係九十年代啦，咁啊比較 hit 嘅即係英國嘅樂隊啦。當然有啲唔係九十年代已經出道啦，不過九十年代嗰時佢就開始就大紅啦嘛。咁啊有 Oasis， 咁啊有 Sway， 一定係會有咁啊 Blur 咁啊，即係呢三隊哇，對當時就好犀利。好正啲歌。啊，今日我哋今日有十三會啦，點解最尾呢節十三會你又想有啲咩係即係帶俾觀眾呢？好耐冇見大家啦，咁咧我嚟呢度做嘢都。我想有兩年多了 OK 兩年多了是的那呢、第一次坐在這個位置那呢很久沒有跟大家聊天了因為啤梨哥呢他現在、去了旅行跟阿嫂那、當然啦我都很想繼續、幫啤梨哥去講一下我們本台的產品的那另外呢就是整節這麼長就跟大家又聊天了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想問我相信現在在 chat room 呢應該有些朋友是有上過來的或者有些是沒有上過來的都很歡迎你們問一下我問題啦或者跟我聊一下天啦我又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我現在的動向啦即除了在這裡工作之外我還有什麼東西想跟大家分享呢稍後可能都會跟大家說一下、有什麼想分享先呢今天即分享了先啊你想說什麼先好啦今天呢因為整節這麼長我準備了一些這個阻力帶訓練的